佛子，菩萨摩诃萨不使其者，自解诸国，如法藏菩萨、光明王菩萨及无量诸大菩萨，失其身份，自解古时，见其者来，生耐乐心、欢喜心、净性心、难乐心、容蒙心。慈心、无奈心、清净心，随所祈求，皆是于心。这一段是师自解啊，咱前头讲，师手足，师心脏，一切都舍。这种舍就不容易了，对，这不是咱凡夫所能做得到的。这大菩萨他能够观身入化，他把他身体啊观着是假的，像这种舍菩萨他是肉身，不是化身。如果咱们求生极乐世界的，你生到极乐世界，你是化身呐，你没有舍的。你要想舍，舍一莲花吧，化身的菩萨，他是没有肉体的，他视线那个肉体是虚妄的，那这一个舍的。是肢解，是骨质，是你现在肉身菩萨说的。他每一位菩萨舍的时候，舍这时候都有例子的。过去是肢解的，是骨的，是身上各部分的骨头。法藏菩萨就是入室坐的，还有光明王菩萨，还有了。还有其他很多的大菩萨，他们能施给他身上的肢解骨，他们见着那个求的，来求他身上的骨头的，他不会起烦恼心，也不会起忧愁心，起的什么心呢？快乐，心中喜悦，生欢喜，生清净心。像我们现在的心没有生过清净心，清净心的含义啊，是心了没点杂念，心里清净的，那只有个什么心呢？舍。舍就是布施，只有一个布施心。他见着来向他求肢解的，求他骨头的，他欢喜，因为他现在能满愿了。生难乐，容蒙的呢，见着人来求者生什么容蒙心啊？对，那舍也不容易啊，缺要者不能舍。咱不是舍骨头舍肉了，像我们以前受戒的时候要燃香，那燃顶级啊，燃香头好多天，有些个那个
道友他就顾虑了，那这烧起来把脑壳烧爆了怎么办？脑壳烧得很痛，要烧个香疤就烧香疤，他都舍不得呀。不是舍不得，他怕痛，他怕痛，那个就不叫勇猛心。舍的时候很欢喜，没有想到这个。这一个施舍心。慈心呢，舍的时候想到众生。是吧，我现在舍的时候是很痛苦的，但是拔出一些众生痛苦。无障碍，无奈，无奈写的时候心里头一点障碍没有，很欢喜，很高兴。这个时候呢，一定心只有一个，求波罗蜜，其他的心都没有，叫他清净。六根呐、六神呐、六识啊，一切都清清净净的，赐给他。在布施时候，一定要回向，回向啊！因为咱们这两个月都讲的回向，做一点点事儿都要回向。像我们礼佛、吃饭、穿衣服，一切行动都要回向，都要回向。那些咱们讲净恨品时候啊，善用其心呐、把这个心呢都用在回向上的。当你的生活当中，衣食住行、穿衣服、吃饭，乃至上洗手间，无论做任何事儿，都要回向。咱们这个时候，这个回向，在这个十回向品里头，都是回向给众生，没有回向给自己的。咱们讲了很多了，咱们这个是第六度，第六度嘛是智慧度。智慧度，如果是没有智慧的呀，他舍不得呀，不是说舍骨头啊，舍得身上的肢节，舍手舍足，前头那说舍骨髓。像咱们前头讲个笑话，拔一根汗毛他都舍不得。就是有智慧的人才能做这些个，有智慧的还不是一般的，是大菩萨。你看那标题都说菩萨摩诃萨啊，舍的时候他的主要的题目是在什么上呢？是在回向。舍的时候容易，把舍的这个功德，简单说这个好处吧，说这个善根吧，就回向，回向给众生，以助善根入世回向。所谓愿一切众生得入化身，不服更受古幼学身，愿众生得金刚身，不可破坏无能胜者，愿一切众生得知一切智，圆满法身，与无法无着，无系入界圣。就是三个，就是三愿啊。这表示一点细数没有，牵挂没有，细界就是没牵挂。在舍身的骨头时候，怎么样回向呢？回向就是我现在舍身骨，愿一切众生得入化身，不要得血肉之身。血肉之身呢，障碍很多，化身是没障碍的。得到化身了，
就不受骨肉血身。你生娑婆世界啊，骨肉血身；生极乐世界呢，莲花化身。那化身没有血肉了，有血肉，第一个不是清净，血肉骨质是不清净的。第二个有微部，微部怕受伤害，那化身没有这些个，没有这想法，同时愿意众生得金刚身。金刚是不坏的意思啊，不坏的，无能坏。其次愿意众生得圆满智慧身，就是圆满法身，就是智慧身。那在得智慧身呢？智慧身是无形无相的，无形无相的，没有法，没有浊，无有细数。肉体不行啊。肉体的有法有浊有细数，为什么无细数呢？证得涅槃了，不生不灭了，他的肉体啊，非有非无，肉体变成法身的涅槃，涅槃咱们知道是不生不灭。那佛的法身啊，也是咱们具足的法身。愿解众生得自利身，自利身。那菩萨他的智慧成就了，咱们经常念这个般若波罗蜜啊，就是智慧达到成就了，就是智身。柱根呢，所有的眼耳鼻舌身意柱根，那是骨肉。不断不坏，那时候也没有个能舍，也没个所舍。愿解众生得法力身，现在是智慧身，现在是法力身，就是法身。法身自力身，即是一身了，自身法身，有时候分别。在肉上头叫智身，在体上呢叫法身。像咱们说经常讲的，在释迦牟尼佛用的是智身，是毗卢遮那的智身。毗卢遮那他所得是法身，从法身舍升起报身，报身升起化身，说他自利的自在。你要弄成得坚固身，说他身呢、真实的永无散坏，没有生灭的。什么身最坚固呢？是法身，佛的功德身、报身也是最坚固的。但是报身是因法身而起的。说那个身呢、真实的。永远是坚固的，常无散坏，不会生病啊，也不会消失啊。愿解众生得随应身，教化调伏一切众生。这个不但诸佛、诸大菩萨都有应化，随着众生，因为和身得度者就像和身。大家读《地藏经》第二品，地藏菩萨所现的化身呢，无穷无数，没有数量的，在无量世界化身。要咱们不在这个世界，就是现在目前不提，就是现在不是亚洲，亚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。有好多地藏菩萨化身呢。如果你念地藏经，
你念那种菩萨，你有地藏身的本尊，那你就是地藏菩萨化身。你宣扬地藏法门，你是地藏菩萨化身，谁信谁是化身。那你宣扬释迦牟尼法，你释迦牟尼佛化身，释迦牟尼化身就是毗卢遮那的化身。这个化身呢，不要，不是说我是用手指头这么一指化现一个，不是这个意思。这个是说你信仰他，信仰他，你从他得度，你照着他所教授的方法去传，去弘扬，你就是化身。咱们所说那个本尊，在密宗啊，他们对这个道理讲得很深入。嗯，你受的本尊，你或者以文殊师利菩萨为本尊，你受文殊法，乃至此文殊的咒，这是文殊佛啊所做的去做，所以要求你了，你就让他念文殊师利。那你就是替文殊师利菩萨弘扬文殊师利，完了就让他也成了化身。化身是无不定的，乃至树木、草木、一切植物、动植物都可以作为化身。懂得这个道理了，你的化身的菩萨是无穷无尽的。那为什么呢？调化一切众生。化有大化，有小化，大化叫应，小化就化，叫应化真。嗯，像我刚才说这些个，你受持本尊哪一法，那你就是他的化身。应呢，就得你有得有神通，得产生妙用，才应神。这样子是教化调伏一切众生，愿是一切众生得自熏身。熏呢，是熏习业，说拿香啊熏熏，拿香草啊，拿香面呢点成香熏熏，把这个物质或者衣服吧，这衣服啊，人家久了没穿，要想穿的时候，先拿香熏一熏。你看那个衣服上有香气，没有秀气了。这个熏习，咱们现在呢，就是大乘起信论讲二种熏习。咱们现在闻法、学法，一是佛教，佛所教导的，你去做。天天入室去念读诵大乘，持诵礼拜，你照佛所说的教化去做，用这个法来熏习你的心，叫熏习。这就是用清净来熏习你的垢眼，把你垢眼呢都变成清净了，这是一种熏习啊。从静熏习严法，如果是你在严法当中，在社会当中，那就是贪嗔痴，贪嗔痴熏习，那就是严法熏习你净法。如果我们作为道友在普罗寺，净法熏习你，你虽然是没修行怎么成功，在这个熏习当中啊，你有的法位了，沾着法器了。如果你到社会上去，那就是严法熏习你，要不到很久，弥勒佛这个熏习的力量啊，全部没有了。大家可能也遇到，上那个鱼市卖鱼的，你如果到鱼市去，你那儿待不上一个钟头。你除了你身上腥，那个腥味啊，嗅味不得了，很大。没有一次在纽约，
他那汽车还关着汽车门呢，在那鱼市那天干呀，没走，那年我气味非常大，回来我叫他们把车洗了，那连那个车上的味道都有，是静熏烟，烟熏静，但你被熏的时候可没多大感觉，怎么没多大感觉呢？像我们天天在普陀寺这样子都是三宝熏习，你说自己没有修行，就大家大众的熏习力加持你的力量，那熏你变了，但是人家有人古人这样说，说在你圆寂的时候，就要死的时候，死在四大名山里头，一定得四大菩萨度度您。那有些人要死的时候，他不要你死在四大名山，死到山底下去了。多呀，您看看，您要死的时候下山了，到仙下去或者住医院呢，或者治疗去了，死了。说那出车祸死到山里头，他也消了灾了，这咱不可见相的。尽管他也不信佛，他也对三宝也不恭敬，但是他上山上来的时候心里不清净，心里强着起的三尘慈念，那他到这个山上死到山上了，他也得到加持，也得到消灾，反正到名山去了。那俗话说啊，名山底下无善人，说住在山底下的人呢，他不做好事儿。什么原因？如果你对佛的教授深入学习，你懂得了，懂得了，是两种，一种是化身菩萨示现，不然你不知道反面的那个情况，示现作恶的报应。菩萨什么相都现的，不是净像现这个庄严相，人人见着磕头礼拜。你看到那个这个《神城传》的当中，文殊菩萨在这三圣现的都是个老太太呀，或者老头啊，或者放牛啊，或者在北台顶，在东台顶，都在台顶上啊。他没有实现金光闪闪的大菩萨，不是这样子。你看那文殊菩萨，他会实现个猪，实现猪，他渡那帮猪去了。因此啊，这个熏习非常重要。如果你一天不离开法，读诵大乘，那个熏习力量把你熏习的呀都变成了，变成什么了？变成智慧了。这叫自熏身呐、这个题目叫自熏身。你得到智慧，熏你的身心，那你的身体啊就得了诺罗燕的自觉。诺罗燕自觉什么呢？你的骨头一环扣一环的，没有脱离的。昨天我们讲究那个骨头是平满的，咱们这个一伸出来到处是露出骨头，佛没有了，佛伸出来完全是看着圆满的，都是肉了，咱们伸出来骨头到处骨头现的，骨不外露，这是它那肢解相连的。夜夜众生坚固相续，不断觉身。这坚固相续呢，也就是菩萨的化身。咱们看释迦牟尼佛在印度降生说法入涅槃双林树下，现在双林树下不在印度啊，在尼泊尔。佛生的迦卫罗国就是现在的尼泊尔，已经不是印度了。坚固相续，咱们看见佛是死了，圆寂了。天人看见佛没有死，而且是地藏菩萨自己说，《地藏经》上佛自己说，
也是第二品啊。佛跟地藏菩萨说，我不是光以佛身度众生啊，说你看见我是用佛身度众生，我说阿罗汉身乃至众生身种种身形，什么形都现，或者现比丘比丘尼，嗯，或者现优婆塞优婆夷，嗯，无量那就相续，不间断，化身永远不断。佛菩萨度众生没有疲劳的时候，没有抱怨的时候，说我很累了，我很疲劳了，佛没有这个现象，大菩萨也没有这些。那他的化身智慧身呢，他有什么疲劳？咱们这身呢不同了，咱是有业报身，随你过去所做的业感的报，感的报，这叫业报身。说有疲劳，有这个精神好的时候，有病苦的时候，因为他那坚固相续不断，容易疲劳，没有疲劳现象。愿一切众生啊，都把他那个分化断，就是咱们现在这个身，离掉，永远离脱。这菩萨发愿，愿一切众生，咱们自己也要发愿呢。发愿呢，得坚固不坏身，愿一切众生得大力难住身。这个，要知道是菩萨舍肉、舍骨头、舍肢血的时候，他发的愿，愿一切众生都能够难住，是大力身永远难住，精进大力，精进不退。这是菩萨发愿，咱们学习时候随着菩萨发愿。我说多次了哈，每天都要提醒大家一下，我们学这几个月学习回向，当你做任何事儿，把回向加进去是主要的，是吧？那净回向给众生，我自己呢？你能够给众生回向，你自己是得到的了，众生回来又加持你，众生因为你回向他得度了，得度了他又报恩呢，当然是你不会空虚了，你不会没有的。有的道友就问我，说老法师你讲回向，我都回向给人家了，我自己不是没有了吗？是你先得到的，只有你做这个菩萨道，或者舍身，或者舍骨头，完了你的回向给他，你本身当然是得到了。不要这样回向啊，因为我们平常做什么事儿都缺乏回向，特别注重把这个回向啊加进去。咱们处处都在做，佛菩萨告诉我们，不过你没注意就是了。连吃个饭，吃完了还当愿众生，说饭食一起啊，当愿众生所作皆办，愿众生都能成佛。咱们念净恒品140愿，一举一动都回向给众生，不过没单提出来回向，愿助众生，凡是愿助众生的都叫回向，把我自己做的事业给他，回向给他。是菩萨修菩萨道的，但是众生得到没得到呢？是吧？我们天天这样回向，要么做一些事儿，没做事回向给众生，众生得到没得到？只是成就你的道业呀，得到的众生得跟你有缘呢，
那个缘分呢，哪管有一见面缘，那个没有面缘，说你生到这个村子，生到这个城镇，你生了这个国度，就算有缘了。同是中国人，那你回向的中国人得到了，外国人没得到。尽管你的愿是平等的，他跟你没缘呢。但是菩萨的愿是普遍的，但是得到的还是得有缘呢。愿一切众生得大力难住身，悉能具足精进大力。愿一切众生得遍世间平能法身，诸有无量罪上之患。这愿一切众生都成佛。法身呢是平等的，没有分别的。诸佛跟咱们现在凡夫，在法身上说是平等的，在僧身上不平等了。咱们的智慧，让这烦恼、无明、贪嗔痴盖覆住了。如果咱把烦恼去掉了，把无明习气去掉了，那就跟诸佛平等平等了。现在不平等的是什么呢？诸佛没的烦恼是智慧，咱们是烦恼没的智慧。烦恼跟这智慧是一个体，不是两个东西。那咱把它印成烦恼是烦恼，智慧是智慧。有智慧人不烦恼，没智慧人就烦恼。对。那经常在古来大德说手掌、手背，就是一个手啊。当你烦恼时候，你如果坐下来静想一下，找找你的烦恼从什么地方升起的，你找没有了，你一注意，你找能找的这个就是智慧，一有智慧了，烦恼没有了。那烦恼到什么地方去了？这就是咱们经常说来无踪去无影。智慧呢，智慧也如是啊，这个智慧是从学修得到的，敢得到究竟时候才知道是自己本来本有的，所以迷失而已。愿一切众生得大力难住了，悉能具足精进大力。愿众生得遍世间平等法身，就是大家都平等，诸有无量无上最上的之处。愿众生得福德力身，见者猛依，远离众怒，是吧？你要是修道者，见着你的，他就把你身上修道的道力，你分给他。一者是你的愿力，一者呢是他的精进力。他想求道，你是修道者。他能见到你，跟你就像咱们要见佛一样的，咱见佛了就把佛的功德我们能得到一份儿。有人问我什么原因，说你们这些僧众什么都不干，生活很难定，从来没发出生活。过去有句俗话了，社会上说，我们东北啊，冻不死葱，那大葱啊，零下20度、30度，大葱冻不死的，埋到地里头，不收到家里来。还有一个饿不死僧，没有哪个和尚入岛说把和尚饿死了，没有的，他住山林里头。他也饿不死，这叫不可思议。为什么？
佛在圆寂的时候，佛的福德白毫现光，一份福德留给末法众生，专指着这些出家人。当然是这个故事里头啊，很多只要披上一个袈裟，哪吒都不伤害他。佛在世的时候，这个故事很多了。所以就是得对无量的智处，说是愿一切众生得福德，福德力的身体，见者猛疑，远离众怒。那么都是身造的了，他舍身舍骨头给个众生，把这个功德就是回向，回向到一切众生，远离一切恶。一切众生得无一处身，无一处身是没得身了，空身了。这种什么形容呢？幻化空身即是法身，他那身是幻化的，没有肉体可依。这身呢，智慧身、法身、力慈身，身很多的了。其实的智慧，智慧不是有形有相的，无一着字，无一处身。得让什么身呢？佛手摄身，常为一切诸佛加护，这就化身。咱们要生到极乐世界，不是父母生的，是化身。咱们都天天念呢，九品莲花为父母嘛。那身是啊，莲花化身。一切众生普摇以众生身，愿一切众生能够代代相续的，我回向给一切众生，众生又回向给一切众生，永远相续，永远不断的回向。摇一切众生就是施舍给一众生的力量，悉能普遍入于一切诸道，愿一切众生啊都能够修道，都能够发菩提心，行菩提道，证得菩提果。愿一切众生得普现身，普能照现一切佛法，这是法身啊。普现一切处，是从什么身呢？从法身遍一切处，是指法身说的，也能现一切身。这个道理啊，可能是我们还不能理解。有时候啊，宇宙境界上有成印了，贤寿果寺，他这个屋子里头装面十面镜子，大镜子，大玻璃镜子，他这个他人在中间，十面镜子里有十个身，这个镜子把那个镜子射过，那个镜子把那个时候，重重无尽。我在纽约是法乐盛的时候，我一个弟子，经济很好了，他的洗手杆，拿了几十面那个镜子，还一镜洗手杆，你看见都是你了，重重无尽。我说你为什么把这安到这儿呢？安到佛堂去啊？他说师傅啊，佛堂安着了，心里乱了，安到这儿啊，一到这时候心里不清净，是误会处。哈，到这儿了就现看见自己的身呢，没有一个清净身，想要现一个清净身，我说这个不合理，应当安到佛堂，安到净处，那安到佛堂，那佛身遍屋子，你满屋都是佛像，满屋都是佛身啊，你自身拜佛跟佛身混合了，那不就很好了吗？我有一次坐夜班车在那北京，那天呢人很静，大概一点钟左右，那个北京那总站呢，那个灯光一照耀，我突然间想到了，我说这个不要拿镜子了，每天实验到这儿来看吧，大概身影对照的，那真是重重无尽呐，我觉得那光多强嘛，多么强嘛，这个就你用这个观想
说普现身。如果你感觉我这个身不能现，你用十面镜子或者到那光明的那里头去，你看吧，你身影多少面镜都有你。我第一次到纽约，到那百货商店大楼里头，我们这帮在中国去的都是和尚，他那到处给你照啊，他就自然的射手，射手。他那个放大镜在那整个那百货商店走到哪儿去都是我们这帮和尚，大概三十来个人，我们那是三十来人。而杜伦法师啊，叫玄法师，我们是青木去的，就能逛去。我就体会到华严境界，华严境界，你随时遇着环境，你可以这样看呢，看你自己，你可能够渐渐的长了能进入，这就是普现身，普照一切佛法。愿一切众生具足精进身，专念勤修，大乘自性。这个愿一切众生发愿，愿众生精进，精进不懈，专念勤修。这个是专指华严经说的，专念勤修。华严一生法界，这样修行，这些个呀，都是菩萨舍身的时候、舍骨、舍肢解的时候发的愿，就是他们发的愿。凡是能够进入他的愿的，现在我们就要进入他的愿了，我们也在学华严经。跟他的愿力相结合，我们会得到他的利益。他说愿一切众生离了我慢，离了共高，我慢共高的身不是清净身，离开了我慢了，离开共高了，就得清净身。至常住无所动乱，这是这个形容是啊，说你的身呢、啊已经变了智慧身了，现在这个舍呢是不识动，因为你有智慧才能肯舍呀，没智慧人舍不得呀，不是舍身呢。头几天我跟大家讲，刚讲不识动，舍个汗毛都不肯呢，拔根汗毛都不肯呢，他会跟我舍身吗？相对比的意思嘛。愿一切众生得坚固身，舍了这个不实的、幻化无常的、微脆的身，得个坚固身。愿一切众生不要有身的贪爱，不要执着你这个身。当我们一些道友平日还没什么感觉，稍微有点病，我也在听医生说你这个病啊，很复杂啊，还不好治，你就背上这个包袱。假使你换个思想呢，你说他越快越好，死得越早啊，我就少碎罪了，那加紧修行吧。把这个幻化空身变成法身。咱们现在一有一点病就不得了了，心里头啊就被病的执着就束缚住了，那身体不坚固了。但是佛教的我们比丘你不求无病，求生病。我不是瞎说的啊，大家可以学，学了就知道了。为什么佛教上我们比丘无病贪欲一生，要没地方身心健康啊，这也贪那也贪，什么都是我的，总想归为我所有，贪心就来了。有病的时候顾不得了，自想顾那个病去了，是吧？
愿一切众生得坚固身。什么身才算坚固？金刚身不坚固，智慧身。你修行智慧的事儿，你得到的身是智慧身。嗯，是吧？愿一切众生得佛家身，住佛家了，住佛家就是佛子了，佛子住佛家，这个身大多数都是法身，起码是报身。这个报身不是现在我们这个业报身，是福德，是智慧的报身。智慧的报身没有生死相的，容力一切世间生死。嗯，因为我刚才这里头说到一个，说有病的时候，有病的时候不要太执着了。人的头一项吧，我们的道友病人很多，病人很多，一半是病，或者是说多一点吧，七分是病，三分是思想。为什么我这样说呢？病本来只有五分，那两分呢是你帮忙，你思想帮那病的忙，那病就严重了，那医生啊治起来他就困难了。嗯，以前一个医生跟我讲中医啊，不是西医，他碰见一个达贝啊，达贝就是后，这对着后心的心口生达贝疮的，达贝呢在那后心的心上，心外边皮肤上长个疮。本来这个疮嘛，贴贴膏药啊治疗就好了，他一心的想想啊，这个心的火呀就助长那个疮啊，就发炎发得厉害，那溃烂嘛，溃烂呢、啊、烂的呀，那个都看见那个心脏跳动了，光那骨头啊，看隔着骨头看着心脏跳动了。那医生感觉这个很难的治疗，明白吗？医生因为他学过佛学了，他用的佛教心理给他治，告诉他说你呀、啊、放心吧，你这个病啊我能治好，保你治好，但是我告诉你，你那个臀部啊隔不到好久要长疮的，比他严重，如果你发现了那个臀部要长疮，那要命的了，你好不了。哈，这一说他把这个后头这个疮啊就不在乎了，天天摸他那个臀部，好，不摸还和越摸呀，他臀部一天比一天红肿高大，就肿起来了，他这个上头这个火呀都下到那个臀，下到下边去了，越长越大，长得坐也坐不得了，倒也倒不得了。他到这医生跟他说，他说真如你说的了，我快死了，没办法了，你也治不了嘛，你先跟我说治不了。但是上头这个达贝疮呢渐渐的渐渐就好了。他把那个火呀那个毒啊转到他臀部下去了。那医生看见能治好了，才跟他说，说是你那个臀部那肉那么厚，烂几块都没关系，离心脏远得很，你这个后头就达贝离心脏很近了，再烂就心都掉出来了，那能好得了吗？我想这个方法给你转移了。我听他这个故事，他跟我讲，我就可想到一个另外一个问题，重法重新生啊，重法重新灭。我们好多的病本来只有五分，加上你思想放不下，要帮他的忙啊，你心里一天念叨他，就是执着呀、啊、执着好，这病啊他就不容易好，缠绵缠绵。这个例子很多呀、啊、现在刚死的印顺法师，他活了101岁，比我大10岁。我认识他的时候，他从来没不害过病，总有病。我们在孤山学习的时候，他那时候还肺结核，
那60年前肺结核很不好治啊，没有高明的医生啊，不是像现在了，肺结核不算上，肺病很严重的。嗯，医生说的活不到很久了，那他也不学习了，回到普陀山，普陀山福寿南，他把身心放下越藏经，他一心搁到藏经上去了，那肺病那就好了，不治而愈啊，他活了100多岁，他一身都是病。他脑壳就开了，在台湾就开了2次刀，把脑瓜盖揭开，脑肿瘤给他切除，切除他又长，长完了又揭开又切除，他活那么长寿数，不是身，心占一半。像这些大菩萨舍身、舍骨头、舍身也自费，他没把它当成是我身上的呀，等于是桌子。或者干什么一样的，这是他的身体跟你的心两回事儿。我说是那你那个真心，真心更是两回事儿了。咱们那个心，心包太虚那个心，跟着是一般的呀，思想问题，这是思想问题。大家懂得这个问题了，就知道心病要靠心医。第一个，你吃的饮食有问题，身体活动有问题，所以才有这些产生。哎，这个愿就是菩萨舍身的骨头、舍身的肢解的时候，愿一众生永远得一个清净的法身。这个身叫智慧身，得到一切智，智化身，你身体就是智慧。同时呢，把这个愿回向一切众生，让一切众生都得智身。佛子，菩萨摩诃萨见有人来，手持利印。有的时候他说的利刀啊，刀印都是一样的啊。骑起身皮，说要皮来了，要他这身皮。有人拿刀说我要扒你的皮，咱们可能要跑，要躲，或者报个警察。菩萨不是啊，他看着有人拿刀要划他，跟他要他身上的皮，他高兴了。心生欢喜，住根越狱，不但心欢喜，哈，眼耳鼻舌都欢喜到极点了。什么意思呢？成就他的道业。皮肉有人会以纵人，人家对他有难，来的时候他就丰盈饮纳，福坐令坐，高兴得很。菩萨发心要成就道业，见有人来跟他化他身上皮了，他不高兴吗？所以他很高兴，去恭敬，去恭恭敬而作思念。说是念呢，就是心里想啊。此来乞者甚为难遇啊，说这里求我身上皮啊，我很难得遇到。说他不是来扒我身上皮呀、啊，他是满我的自愿。我发愿要成一些字，他来满我这个愿，故来求索摇语于我，说给利也给我。咱们看着恰恰相反，说菩萨看问题跟我们看问题恰恰是相反，明来了扒他的皮。害他，他还说是对他最有好处，还是他恩人，成就他道业，欢喜的呀不得了。而与之言，今我此身，说我现在这个身体呀舍给你了，全部布施给你了，说你需要什么你割什么吧，你不是要皮吗？你得取吧，随你的意思，你想怎么割就怎么割。过去舍身上皮的
王谢清净丈菩萨金来路王菩萨及无量诸大菩萨等无有异，跟那个过去那些大菩萨是身上皮的没有两样，他也入世蛇。这里有很长的故事啊，今天故事不讲了，讲的很少了，这故事占了两三篇。菩萨尔时已住善根入世回向，所谓愿一切众生得微细皮，犹如如来宰相清净见者无厌。不但他自己入世想，他要把这个想法发成他的愿力。愿力是什么呢？说将来让一切众生，我舍身上皮，愿一切众生都宰相清净，得好身体。见了人人见着欢喜吧，人见了就种善根的微细皮啊，见者无厌。你愿一切众生得不坏皮，不坏，咱这皮呀、一碰就坏了，皮坏了就出血了，说不坏皮，永远不坏。犹如金刚无能坏者，今天我舍身上皮，愿一切众生都得金刚不坏体，你这个意思啊？愿众生得金色皮，那时候印度啊是以金色、以黄色为贵，因为我们不是黄种人嘛，说塑佛像都贴金呢，原因就是那时候印度的风俗，随众生的风俗似的，把什么都用金子来形容，因为金子最尊贵最值钱。这黄色有什么好呢？对，那是众生的心，所以法也就随着众生的说，说不但是真金色，而是妙明真金色，它的光明放的光明清净明洁。愿一切众生得无量的色皮，无量色的皮，说那皮呀、有无量的色，随其心落吧，愿现什么色就现什么色，说得的清净色。愿众生得净妙色皮，说那皮肤啊清净妙色，这是随他所住的国度，随他所在的地区。为什么这样说？现在在西方他皮肤是白色，白色最尊贵，说我们在我们东方说黄色最金贵，都要金金色，紫墨真金，说他就是拿金色形容。啊，你到那非洲啊，说越黑越美，越黑呀、黑的放光，说最好了，他要黑色。那佛四现身随众生的意愿，如果佛生到非洲去，他就四现不是金色了，那就是乌金了，说乌金色吧，黑色了，是随众生缘，皮肤颜色不定的啊。还有一句话，得无量的色皮，皮肤啊有无量色，他自己喜欢什么色，就是什么色皮，随其心要，但是呢是清净色，不问红黄蓝白黑，都是清净的，清净的是没有眼浊的。没有贪爱，没有无明，没有烦恼，没有习气，这叫清净。不在色上起执着。愿一切众生得净妙色皮，须住沙门善缘清净如来色相。这个皮呀、就表现的都是善法，有缘清净。咱们这身体不清净，咱这皮肤也不清净，一天你得洗，你不洗呀、它就发生一股出汗的汗锈味道。但是佛身体不是这样的。一切众生得第一色皮，什么是第一色皮啊？无色的色，自性清净，色相无比，是这样颜色。
愿众生成就如来清净色品，与诸相好而自庄严。无量世界的佛现的色身都不一样了。大家看我们供的药师如来，蓝色的，它不是黄色的。说药师如来不贴金的，说药师像都用蓝色，蓝色。各个佛发的愿不同，愿学众生的如来的清净色呀就不一定了啊。如来的成的西方极乐世界，成东方药流光世界，各个世界他所度的有缘人不一样。总之是以相好庄严来自庄严。愿众生得妙色毗，放大光明，普照一切。愿众生得明网皮，皮肤啊像网络一样的，如是高床放不可说不可说圆满光明，圆满光明是佛光啊，愿一切众生成佛。愿众生得运载色皮，运载的颜色，运载的皮肤，柔和有缘，颜色呢？颜色是给别人看的了，随人家喜欢颜色，现什么颜色你就现什么颜色。十位菩萨摩诃萨是身皮时善根回向，怎么样回向呢？为令一切众生皆得一切严净佛刹，即如来大功德故。本来是舍皮。说到衣报上去了，庄严佛果道。佛子啊，菩萨摩诃萨以手镯子是入其者啊，这个是施手施珠。但是这事都是形容词啊，大家别把它当成了，别执着，不执着意思。这是寡说施者是这个愿，那求者要人的身的皮子干什么用啊？要人的手干什么用啊？要人竹做什么用啊？菩萨发愿，他一发愿，就有那其他的比他未得更高的，就是成就他的愿，化现来给他修。他只要一发心，那菩萨就现前了，就跟他来齐来了。像舍利弗发愿，发愿行菩萨道，这一发愿呢，第四天就知道舍利弗发愿了，要行菩萨道了。那就化现一个小姑娘。正跟舍利弗要走那路上，坐那儿哭啊哭。舍利弗说：“他刚发菩提心，要行菩萨道，这遇着缘了，很高兴啊，也很生大喜欢。”跟这菩萨一样的，他一发愿，人家就来求。完了，他问这小姑娘：“他说你为什么要悲难呀？你想求什么呢？”我能满你的愿。那小姑娘说：“说我妈妈还变了。”医生啊开个药方，药方啊完了，最后药完了要个药引子，很刁难的，这药引子要人家眼睛，我哪儿买去啊，哪儿找眼睛去啊。哎，舍利弗一天我刚发菩萨心就遇着这么了，遇着来求眼睛的了。他说我可以舍给你，给你妈妈做药。那他就挖了一个左眼睛给这小姑娘。哎，小姑娘说：“你等会儿吧，你忙什么？我要的是右眼睛啊，你左眼睛人家不能入药啊。”哎，舍利弗一听生烦恼了，刚发菩提心，就碰要眼睛的，这一挖错了，你舍不舍呢？好了，反正我也证了阿僧果了，我有天眼，那就把左眼也挖给他。我这小姑娘拿着。嘿呦，说你的眼睛怎么这么新啊，
这有味道，我这还能入药吗？啪，丢到地下，拿脚一踩，泡，那眼睛出来有个泡，一踩那水泡踩破了，还有个响，小姑娘笑了，你看，哎，你的眼睛还出个响，而舍利弗可就烦恼了，哈，我刚发菩提心，这么样子，说大心难发呀，菩提心呐，发，它会退的，咱们最初出家，受菩萨戒的时候。大家都发大愿嘛，不止比丘、比丘尼，我们那些个优婆塞、优婆耶，男居士、女居士都发过大愿呢。你受三皈不就发大愿了吗？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佛道无上誓愿成。大家受三皈都念吧。但是你做到几分呢？你检查一下子，你能做到几分呢？一分都没做，还不是几分了？大愿好发呀，满愿可就难了。众生无边誓愿度，不说度别人了，就说你自己度自己吧。自己度自己都不肯，还度别人吗？像这些菩萨发愿是手，是手指头，是竹指头。大家想想，哪个人需要人家的手指头？哪个人需要人家脚趾指头？没用处嘛。他给你十万块钱，你买个小房子还可以，要一个手指头干什么？但是这是行菩萨道啊。只要你一发愿，你就来试验你来了，就来试验你了。那大菩萨，你上位，知道你用心，想成就你菩萨道，考验考验你，真的假的？当我们刚闻着佛法，那种精进心呐、勇猛心呐、非常强，啊，都能做，发的很大愿，哈，一到四时面前。受一点苦难受不了了，马上道心就退了，退了。还是对别人，自己对自己都入世了。像这个，咱们讲了很多了，头目啊、脑髓啊、骨质啊，现在来要你手指头、脚趾头。坚精进菩萨这样做过，阎浮提自在王菩萨这样做过，还有无量大菩萨。都布施你手指脚趾，在布施时候呢，和颜悦色的，颜貌和悦，心里头非常愉快，难静即散，没有颠倒心，因为啥呢？发着大乘愿心，这难舍能舍，说要我的身体，要我的自己，这叫布施的内施。最难的是舍，没有智慧的人做不到。说这是智慧度为波罗蜜，智慧指导你行布施度。咱们前头讲布施度，现在到了第六度还讲的讲智慧的时候还讲布施，就说明布施很难，身外的财物还容易，布施你到自己身体。前头是要脑壳，要你脑壳，能把脑壳舍给人家，咱们就很难，咱们就往好处想了，正好想，哎呀，我这脑壳留到修道的，为什么可舍给你？舍给你，我修道不修道了？菩萨可不是这样想，菩萨，你来求我脑壳，我就成道了，给你，嘎去吧。这，就是细心。就是心念呢，看见求他的，要他手指，要他脚趾，他心里高高兴兴的，心里难散就是心无颠倒，一颠倒就不干了，不颠倒，称为大成，不求美誉，不是求名誉，也不是求名闻利养，单发菩萨广大的道心，
舍不得就是奸贪，就是吝啬，这是垢障。先把这垢障消除，看来起来的要守持的他非常高兴，他说这是成就我的道业。那我把这个手指头舍给他，我说脚趾舍给他，成就我的道业了。那我这个发这个愿，舍了之后发这个愿，愿什么呢？愿一切众生得千指子，说这个手都不好，舍给他得个更好的，像佛指头一样。与佛无业，一切众生隐喻用原子，原子它每个手指头就是圆形的，圆形的手指，咱们这个手指头不是圆形的，圆满无缺，不露骨头，不露骨头。那子盖呀、是连着肉施给他的。一上下相称，说那菩萨说跟佛的指，他这手指尖跟手指根是缘起一样的，说原子上下相称，相对称的。一切众生得此同甲子，其甲隆起，清净见彻。他这指甲高起的，菩萨的指甲有些他高起的，在外头能看见他肉，咱们这不行。表示什么呢？表示圣丈夫指是佛的指一样的，能舍一切，在法上说能舍一切诸法，了解一诸法的含义，舍诸法执诸法业，念一切身上得随之毫指，这个指的是佛的八十随行毫里一项，咱们前头念了，念的八十项的一项，具住十种智力，念身上得大人子。谦容其等，大人子是指佛说的啊，凡是说大人呐、说圣事啊，都指佛说的。得的佛的指向一下，愿一切众生得轮相子，子解圆满，闻相又玄。看相的就给你看了，说你是指纹呐、每个纹都有子，是斗啊，是簸箕啊，看相是这么看的。这佛界佛不是这样。佛是看所有一切文都像右旋，像我们一切形式佛教所教导的，那进大殿门了先向右旋，一切都像右旋，佛的头发它是像右旋，也都是像右旋。表示无眼清净圆满文相的，愿解如来，愿解众生得如来莲花万字玄子，手指头形的万字玄子，这个形容不出来，不是万字玄子是什么样子，手指头要像是万字形怎么工作呀，是他那纹呢、手指头那纹，每个手指纹叫万字那个玄子那个纹呢，那纹料啊，实业实力业报相好庄严，是佛的十善业，他业报所感的。愿众生的光丈子，这指头能放光明。这个石头放光啊，放佛的紫光，照十方无量诸佛世界。我念到这儿啊，你发愿呢，让我们指头放光，走夜路不要电灯，不要电筒，什么都不要，把指头一伸，放光了。这得修啊，得把手指头舍指头的愿望得这个光明，照很多照无量世界，愿众生得善男不子，善巧分布网幔居中，佛的子呢张开有网，不是个个是个个，中间有网络联系，是佛子合起来呢没有了。网络具足，张开网络具足。是菩萨摩诃萨不施指的时候，回向三根，为量众生皆得心清净。这是表法的了，还是万法回归于心，得心地清凉。
佛子婆诃摩菩萨摩诃萨请求法师，要有人言，汝能使我莲佑着家，当与汝法。现在这样的善知识没有，那是那样善知识，是了解到你舍不得，他跟你要你舍不得的。你要求法，你要把你这个莲佑着家，莲枝连这个手指盖要莲佑，不莲佑不行，莲上佑，把它施舍给我，我就给你说法。那菩萨答言，但与我法，莲佑着家随取用，说你要给我说了法，我这莲佑着家，你想怎么取就怎么取，我就供养给你了。以前自在王菩萨求法，那咱们读那个《法华经》，观自观世音菩萨普门品，不有无尽意菩萨吗？那无尽意菩萨也入世时，因为求法嘛，求法得舍嘛，就跟那个在我们中国达摩祖师来，升光二祖跟他求法，在雪里站了三天三夜了，那达摩祖师说你轻心慢心求法得不到法的，就是不给他说了，神光力学断背嘛，这故事大家都知道，那二祖神光就拿这个戒刀把自己膀背断下来供养他，完了达摩祖师才给他说法，说什么法呢，他这个断了膀背痛啊，他向祖师求，向达摩祖师求，他说我求祖师给我安心呢，我这心不安呢，就是痛得厉害心不安。达摩祖师就说好，将心来无与汝难，说把你心拿来我给你难。二祖这么找找，说迷心了不可得呀，我找不着我的心呢，无与汝难心已尽。达摩神光祖师就开悟了，开悟了就不痛了，这个悟啊就正悟，正悟就不痛了，明白了，明白幻化空真，幻化的假的，把身体啊当成虚空一样了。菩萨说你单给我法，我就把我这个莲佑的着家舍给你供养给你，像这样的法自在王菩萨无尽菩萨都这样做，还有很多大菩萨为了求法考验他呀，他就舍，欲以正法开示言说饶益众生，令一切众生皆得满足，舍莲佑着家与入其者。凡是华经所说这个舍这些东西来祈求他的，要这些个，要脑壳的，要心脏的，要肾，心肝脾胃肾，所以都要这些东西的，那不是一般人，那是大菩萨来成就他道业来了，帮助他成就道业，那要这有什么用啊，有什么用，没用处嘛，那为什么害别人也没成就自己，这是帮助他成就道业呢，假的。舍完了他一发愿平伏入故，说等也没有啊，挖去了当时很痛，完了一发愿那菩萨一说法没了，好了平伏入故。好多事儿大家看着故事都是这样的。菩萨尔时以此善根如是回向，愿切众生皆得诸佛持铜相凿，咱也没看见佛的持铜相凿什么样子，相声这样说，但是这是化身的菩萨，这个只是报身菩萨说的，报身佛就是
卢舍诺佛是佛的报身佛，释迦摩尼是化身佛，化身佛还有应化，印度这释迦摩尼是化身，还有应身。化身里头分两种，就是大化、小化。大化叫应身，大家看我们说那个毗卢遮那佛像，毗卢遮那佛所做的像是一千瓣莲花叶，那个一个莲花叶是一个佛的世界，那叫大应大化。那是在《梵网经》上说，一花百亿国，一个莲花有百亿百亿个国度，一国一释迦，一个国度应身之中有化身，一个叶有百亿，十个叶就千亿，一百个就万亿，那千叶的莲花一千个叶就万万亿，那么多释迦那佛，在无量世界，这是毗卢遮那，就是报身佛说的菩萨戒本。那个毗卢遮那是跟千释迦说的，千释迦又跟千百亿释迦说的，千百亿释迦一国一个世界，一个释迦就来到人间给人间传的菩萨戒。这个戒我们受不了，受是持不了的，一举心一动念，我们这里头很多受菩萨戒的时时在犯，不是么，不是凡夫，也不是一般菩萨，也不是二乘人所能受得了的。受了他是以慈心，心里一动念犯了戒了。他有一个正面一个反面，反面犯了戒你还能制止，正面犯了戒你就不知道了。因为正面反面呢，说正面你杀人犯戒了，反面你不杀人犯戒了，这样就吃不了，那必须得大菩萨，起码得三贤位的菩萨，真正发菩提心，就大菩萨。像这些个能接受这个供养的，来向这菩萨画这个莲幼直角的大菩萨，咱们可理解到啊，一般凡夫要人家手指甲连肉的有什么用处？你拿来干什么吗？那是成就这个菩萨，他一发心，比他上位的就知道了，他发了大菩提心了，我就成就他的道业，就去跟他要去了，他就舍了，舍了，加他自己的愿力、道心的力量，加上跟他要这个东西的菩萨，比他上位的人加死他。舍完了之后呢，平伏入故，像那个演戏法一样的，好像是小孩玩的一样的。我舍你是假的，拿回来还在呢，没事。他不是啊，真舍了，舍了完了，一发愿又平伏了。你要众生得运载甲，随好庄严，这直角是佛的一项，八是随好的一项。说庄严呢，八是随好的一项。愿愿众生得光净早，光净的指甲，见彻第一。愿愿众生得以智早，这个早是智慧，智慧早，智慧早，早就是智慧，就是大人相。大人都是指佛说的，去佛的四八是好的一项。愿众生都无比早，宇宙世间无所言足。什么样无比呢？世间上无比，对世间相不言足，不贪爱，说我这个手指甲啊跟别人手指甲不一样，没有这个想法呢。有这个想法就执着了，就言了。愿众生得妙庄严早，光明普照一切世间，早放手指光。着的这个早的放光，
这光啊照得很远，照一些世界。耶稣上都不坏造，清净无缺。这个直角盖不要剪的了，知道吧？不像咱们长长了剪，你不剪呢，里头藏污纳垢。你说那个凿子件里头都是泥啊，都污染。菩萨这个凿直角盖不要剪的，直言就不长，清净无染。愿一切众生得入佛法方便向早，广大智慧皆悉清净。愿一切众生得善生着，菩萨业果无不净妙。愿众生得一次大导师着，放无量光妙光明藏。是为菩萨摩诃萨为求法事，是求法来供养布施莲佑的，有这是六言上。不莲佑他不痛的不太厉害，要莲佑才痛的厉害。菩萨成就你道业了，如是善根回向，为令一切众生具足诸佛一切智着，无奈力故得佛的自用，佛的智慧妙用。这手要做一些事儿啊。如果假使你把直角是莲佑失了，你还能做事了？不能做事了。菩萨他不是的，他思完了又平复入故，照样的做事。右者表示智慧度众生，手是一切身的最重要的部分，什么都要靠手去运用，是吧？把这个布施把它回向让一切众生都离开尘垢，这是物质，不是真实智慧，这是肉体。在楞严经上讲，心能转境，即通如来，这是境，不是智。说你的智慧心能把外边境性转动，就跟佛一样，是吧？你看的一些境界，你被这个境转，不是心能转境，而境能转心，那就是凡夫。就是就很好辨别的，这个是表示什么的？比如你大智慧利用度众生，做一些事都靠手，用这个手达到智慧，用智慧达到般若蜜，了生死，成佛，到彼岸。这是形容词了，今天就讲到这里了。